知识、勇气，还有成长的信念，这些都是被选来制造完美人类的必要成分。但是玛丽马克不小心在调制的配方里多加了一种成分，化学物 UFO。因此，飞碟有一点就这么诞生了。发挥他们特殊的超能力，玛丽马克献出了他们的一生，打击舞曲，还要对付邪恶的坏蛋。今天你有点无聊吗？有一点兴奋吗？有一点难过吗？有一点想睡觉吗？有一点闪闪吗？有一点抓狂吗？飞碟有一点。Greenhouse.Like a farmer, hey, 温度调到最热 ，Like a summer, hey, 当你口渴，那就来点可乐。当一颗好果实好的人在歌，因为这里很有趣，做一样的事却不同待遇。好努力耕耘，以为自己开天辟地，不知道这个范围就这舒适圈而已。欢迎光临我的森林，买彩笔的你或是无头苍蝇，出头在哪里？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有钱有势，可以请个 PT。可我问天，我问地，可我没地。但妈妈，请不用担心，哦，不用担心。最强的东西 baby， 他说今年流行这样，接着你就跟着这样，到了面也是只会这样，搞得小朋友这个那样，大家竟然搞成这样，那口还是这样那样，我接着唱一，我接着唱一，又要血压。我问天，我问地，可我没地，但妈妈请不用担心，哦、oh, 不用担心。Green green green green。他是音乐农夫，他不是，那他是？他是宇宙的使者，来告诉我们四个字：什么？不要担心。Listen to me， 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担心。不用担心 ，Take it easy。AC 阿兰的 Greenhouse 1:11，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飞碟有一点。今天来到了8月11号星期五，我是玛丽。嗨，我是王马克。因为这个礼拜在虾皮热线刚好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两个是朋友。AC 阿兰跟 Lenian 一起来上节目，哇，他两个人现场一开口，想说，怎么这么好听啊，好可怕啊！哦。今晚台北街上的人来来去去，走走停停，灰头土脸漠不关心，生活是本新势力，四季不分明。这座城市男男女女，心口不悦读空气。年复一年重复自己，感情是一条黄线，只想让人暂停。
他心里想着什么，请为我翻译翻译，你不累吗？还躲在脑里转来转去，试着为自己淡定，别接受孤立。那耳机里反复唱着 Listen to me， 静静眼睛，我心里的谁？Listen to me， 的约定唱出我心情。今晚太别寂寞的人，点一杯酒聚在这里，试图留下没有回忆，犹豫是一条伏笔，明年再小心。他心里想着什么，请为我翻译翻译，你不累吗？还躲在脑里转来转去，试着为自己打理，别接受孤立。那耳机里反复唱着 Listen to me， 请你轻易进入心里的谁。 Listen to me，唱出我心情。Listen to me， 请你轻易进我心里的谁，我心里的谁。Listen to me， 原来不相信说的话有人听。Listen to me， just listen。Listen to me， 在昨天还是前天嘛，他也在伤心酒店里面放歌给大家听。哎呦，可以进入伤心酒店放歌人都非常了不起，你们知道吗？伤心酒店呢是在台北市民大道的一个餐厅啦，然后里面他就是做了一个像录音间的地方。不大。聚宝哥给你多少钱？没有，我是为了我的伙伴在铺陈。我只是要跟大家说，里面。或有一些 DJ 现场放歌给你听。前几天我看到Lynn放歌，然后就很多人说：“天啊，放得好好听哦！”一进去就啊，迷妹上身，眼冒爱心，好好听又好好看。那是因为你们还没听过欧马克放。这种比较级不行吧？什么不行？不行这样子是不是？这种比较级不行啊！就是那样的感动，你错过了Lynn，你还有欧马克。哈，好，8月22号七夕情人节的时候，没有伴的人，欢迎一起到伤心酒店一起伤心。那个店那么小，一下就爆满了耶！因为我看我昨天那个他蛮晚才开始放的，9点啊？他是九点吗？我一年好像是11点，对，我记得他是11点。我是9点，因为我不想太晚睡觉。魏如云也被我影响了，他本来也是11点，他看到我，有人9点哦，那我要9点。那他是什么时候9点？他好像是我的隔几天吧，24吗？啊！但24我们有一期直播，你可以看完我们一期直播，然后再听魏如云，可以的。魏如云还是魏如萱？魏如云，魏如云。嗯。魏如萱那个时候在广播现场吧？他最近很忙，他是常不在。哦。到了星期五的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请大家来分享你的一周大事了。本周你有什么大事要跟我们分享的呢？02-2363-9955，23639955，或是透过 Telegram 群组留下你的一周大事也是可以的哟。这首歌曲来自于吕强，《探索》。
上停留着蜻蜓，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能绿得很鲜明，白夜中折射的光影，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而你低头拆信，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情态如镜，檐下风铃摇晃残影，回忆是一行行无渐渐的风景，爱始终年轻，而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有春。下雨的声音，那边的你，现在的窗外有下雨的声音吗？1:27，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我是玛丽，我马克です，他是娃娃魏如云。阿文的一周大事，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高雄工作了，下礼拜就要回北部上班，真的好紧张，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挺过去。干巴爹，哎，干巴爹，哎，干巴爹，加油咯。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透过 Telegram 留下你的一周大事，让我们来帮你分享咯。换你出牌了，你不要线上线下同时跟我聊好不好？淡水田附近的一周大事，阿普帮我买到了许佳莹演唱会门票，而且是特一区的第一排。哇！阿普，阿普，我爱你。有求必应哎。必应。必应今天涨停哦。哇哦！我真的一无所知，他是疯的在星期一，可是星期五他完全。
清醒，他从长廊深处朝我走来，在我的手上放一个冰块，说那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的海浪，冰块都还没有融化，他又开始说那些疯了的话。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r not to be, To be Ophelia or not。群组里面呢 ，Mark J 分享他的一周大事。他说，怀孕八周的 baby 跟我们说拜拜了。其实一开始状况就很不稳定，也做好了很多的心理建设。在医师宣告胎儿没有心跳的时候，我跟太太都还可以有说有笑的走出诊间。一方面是我们真的做了很多的心理准备，另外一方面是这一次的孕程真的辛苦非常多，所有怀孕的副作用全都显现。医师说要尽量卧床休息，所有的家事跟小孩就必须一肩扛起。从知道太太怀孕以来，心理压力就很大。要结束这次的孕程，我以为我能很洒脱，没想到就在昨天晚上，太太告诉女儿说：“小 baby 回去天上了，你会不会很难过？”结果我马上大爆哭。知道怀孕之后，脑中就会浮现一家四口的画面，瞬间归零。自从昨晚的大爆哭之后，每当想起任何四个人的甜蜜画面，我就会再度的眼眶泛泪。是免费的，夕阳也是，深夜是免费的。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欢迎不管是打电话或是群组分享都是 OK 的哟。去敲开锁，想表白你懂不懂？蹑手蹑脚的走，我都玩这种。
无人搜刮的楼 OK 我拉通我这就将你逮捕 Oh boy, oh boy 现在的他熄灯的路 Oh girl, oh girl 这夜晚怎么玩现在生活看你怎么办别多盘算 You just do it, do it, baby Keep it low特别大放松他说他不怕羞他的感觉是乐在其中 打个头背的草弄想见你一定是个妩媚的高手心给你掩埋也处理了 red side 的游戏绝对是你精心的编排关于感情从来不说 Tell me baby what I'm gonna do 太爱的风险就像赌博上了脑就像被你下过了毒心跳的脉动上诉 Oh boy, oh boy 这一直到彼此的温度 Oh girl再加上了 Jay 上的闯空门。嗨，你好。喂喂，我要讲我的一周大事。你是谁？我是无名氏。一周大事是什么？一周大事是我终于向外求援了。上我什么上什么求援？我是之前有写信到马信的无名氏。好。然后我的身心状况已经不行了，所以我去找了立信基金会去询问我可以有什么帮助这样子。嗯，对。所以你一周大事是你终于跨出那一步去询问了。对。哦。那目前有感觉到有舒缓有帮助吗？目前还在等回复。哦。因为就是排队的人很多，对，明白。希望你可以赶快排到。嗯，好，谢谢，感谢你的一周大事哦，拜拜，拜拜。Mind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business. CK 的一周大事，这周呢，我度过人生第一个父亲节。身为新生儿的女儿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晚上就是用哭闹来陪伴我度过，虽然很累，可是看到女儿的笑容又融化了，也谢谢老婆的支持与陪伴。老婆撒拉黑哦，爱你哦。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follow me. Uptown, downtown, everywhere I turn around. Hollywood, London, snap, snap is the sound. Paparazzi shot me, I am the economy.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me, follow, follow me.Where sh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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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she go,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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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she go. What she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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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 much watching, watching, watching me, watching, watching you. Mind you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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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usiness, business. Mind your business, business. Mind your business, dude. Mind your business, business. Mind your business, dude. Mind your business, business. Mind your business, dude. Mind your business, business. Too much looky looky. I'm so sick of all these looky loos. Everybody looking at me like I was the breaking news. Police got a sting, watching every step I take, every move I make, every breath I take. If they don't get up on my face, I'll send the dogs out. 5 seconds and then the dogs come out. You know what happens when the dogs come out. None of your business.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e. Mind your business, ness, ness. Mind you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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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your be. All happy friends day, all happy spring day to you. 幸福一定在你身边 ，All happy sweet day， 享受着感觉 with you。哦哦哦哦。喜欢你喜欢我 MP3 的音乐可停止也无所谓但是说 Good morning 没什么不对用一杯 chocolate 跟 mail 来搭配随心所欲的不需要烦恼也很 OK 我们一起撑伞在哗啦啦啦啦的雨天一个娃儿呢？他跟谁？他当然是跟浩浩啊。浩浩也有发文。All happy 1:44，你的一周大事是什么呢？02-3639955，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不管是打给我们，或是透过 Telegram 群组留下来，都是可以的哟。三三的一周大事，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本来要去清境避暑跟看日出，但因为这几天大雨造成清境的路段有一点危险，所以还是取消了。最近呢，又被工作上的压力导致我的湿疹反复发作，一直想要休假，假期终于让我等到了。虽然今天还是有处理一些昨天没处理完的事情，但休假就是开心。祝你生日快乐，友好放松一下。名字上次好像已经问过了，又忘记怎么念了。圈圈一棒一棒这样子，一周大事。我把腰上的长发剪了一大把，现在是及肩，就跟小丸子姐姐头发放下来发型一样。我也顺便告别了这一阵子的所有破事，心情很痛快。赞哦！我昨天晚上也是非常的棒，就是我在凌晨1点的时候没有烦你。哦，怎样？你说 Netflix 就是非同住者。我会被想要发现都说大家请投票就我现在可以烦他吗大家一定会说可以我想说算了哦但我昨天晚上的确那个时候还没睡啊为什么哦最近就每天晚上都在聊天啊每天晚上我昨天已经一回家我说我最近真的睡眠不足我们今天11点睡好不好好这样然后又聊天啊
我怎么说才能解决我 Netflix 的问题？慢慢追着幸福感动，我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那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载着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是天下的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你的想念是我唯一的依据，我用双眼捕捉着特写。慢慢追着幸福感动，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那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载着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夏天想与你环游世界，季节上的蜿蜒就像是爱的冒险。Represent, represent, 剩下目 Represent, huh? When the mic is in my hand, you can see the rapper dance. Peace, love, unity with my fan.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Put your peace sign up in the party. Down the street, we cruising. This is how we do it. The way you dance is crazy. 要我怎么 look away? Oh, feel that melody, melody.跳错都没关系 Don't worry It's about fun So 五六七八爱上我的心 Too baby 每天都相信 Too crazy 跳出生命的礼物 Yeah Yeah I don't wanna look back翻滚在你的电影满身的误会在这个时间点我想我该出罪拿起了麦只想跟着摸碎我说爱的谁可能跟我的行为有些弱踩脚步慢些有爱的人才等我回叫或许年少轻狂经常失常心上人 Yeah never forget 97, 98 With my body's everyday 准备游戏开始跟着 beat 的秀下准备秀一下秀一下想秀一下笑一下不想看你笑容如此灿烂镜子里的舞池的男孩想让时间流逝放慢慢慢舞姿开始变得浪漫举起双手 It's about love You know that Hey, this is crazy 要我怎么 look away Oh, feel that melody, melody 跳错都没关系 Don't worry It's about fun So, 五六七八爱上我的心 Too baby 每天都相信 Too crazy
crazy， 交出生命的礼物。我卡头看我跳舞，吸引大家眼球，自然的 be killing the flow。 We rap and send the rap and dance， This is what we stand for。 Everybody jump into the dance floor， 看到脚但看不见我，我先说快得像是火箭哦。Told you bro， DJ play the track， mic check， 1 2， 此刻没有 gravity， We're swerving to the moon， 漫步换速，漫步换速。是来自于 BTOD 当中的子贤、祁阳跟夏木的合作5678，同时呢也是台北捷运杯街舞大赛的主题曲。1:53，待会经过整点休息一下喽。整点报时之前，来听听 2AM1 Do You Love Me？점심저녁새벽 온종일 애타게 결론은 결국 LOVE。